意大利的作曲家普契尼是公认的是威尔第以后最伟大的歌剧作曲家，他的代表作之一《波西米亚人》用于艺术家的视角，这是脍炙人口，为广大的观众所喜爱。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我们学社的资深会员，我们非常尊敬的我们的老朋友孙旭英老师，为大家演绎《波西米亚人》第二部中的著名的咏叹调《漫步街头》，有请孙老师。在唱之前呢，我把这个咏叹调大概跟大家解释一下哈。莫塞卡是一个年轻美貌，但是还是一个敢爱敢恨的风尘女子。那他跟他的旧情人马切洛分手了，但心里的爱却没有中断。那他在青年的街头上跟他的新情人非常富有的一个老头，然后他就在他面前献媚，并且在各个年轻的小伙子的面前哈摆弄他的风情，就是为了让这个马切洛能够怒火中烧。那他真的是哈、达到了他的效果。那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彼此还是非常深爱着的。这段咏叹调就是在这个大街上弹唱，所以它叫漫步街头。